你不叫李洛书吗？昨天我送楚瑶回家的时候啊，我在楼下见到阿姨了。阿姨见我第一眼直接喊了句李洛书。阿姨，您几个儿子？我就一个儿子啊。初晨和李洛书是两个人。我不记得初晨小时候的样子。你不是初晨，你骗我。找我啊，初晨。阿姨，李洛书怎么就成为你弟弟了？因为我妈妈，她把洛书当成了主人。洛书爱你，但她面对你和叔叔阿姨，面对初晨这个身份，她没有办法向你表白，所以她一直压抑自己的情感。